马总统在去年的一月十号呢，跟中保团体见面，他也承诺说呢，会在那个去年的一月份到收容所看流浪动物。但是呢，我们中保团体呢，从去年一月份追踪到今年呢，总统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动静到收容所。所以今天呢，李密呢，特别呢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，特别要来总统府啊。那么表演的行为艺术第一个画面就是呢，表演的那个流浪动物啊，在收容所里面啊的惨况，然后同时呢，也呼吁呢马总统啊，要赶快呢信守他的承诺呢，能够到收容所呢去看流浪动物。所以呢，在动保团体眼里呢，我们觉得安乐死是一个非常不人道的你看呢，在那个短短的不到八年之间啊，有56万只的流浪动物呢，在所内呢死于非命。所以我们希望呢，能够终结这个安乐死在收容所。接下去呢，我们的李密啊，跟他们的艺人呢，要为我们呢献唱一首啊，表演一个舞曲啊，就是呢，安乐死我呸清晨是神美，每天醒真的希望在上课打瞌睡。90年代二代长跑装逼炫耀的聚会，100年代玩具机有百合让谁不累？30度接触房，坚持那几天不止一团肉，一台电三层有趣，一些收入买房买车，每月每工一大钱，那些好友过命来源让你一夜好眠。老师生日几百对，我每天快乐路上祝万岁，加班期间若是梦里流泪，没有什么那是在都是谁？你可以说不听我呸。管你是否老，还是跟着伴我陪，管你是哪一种伤人，我陪，我陪，都陪，都陪。是一个流浪狗，它被关在收容所里面，然后出不去，然后也没有人来认养它，所以呢，它即将就会面临死亡的命运。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领养流浪狗，让我们可以就是我演的那个流浪狗在笼子里面可以安心，不要就是面对死亡。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来认养它们。这诉求主要是因为马英九总统他任内呢，总共有56万只的流浪动物死亡，所以我们这次要呼吁，就是希望可以让收容所里面可以零安乐死，然后死亡率也能够降低，让大家更重视一些流浪动物，像是猫啊或是狗之类的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领养代替认买，领养代替购买。因为像我自己也收养了3只流浪猫，所以希望大家不管是猫还是狗，都是可以去收容所里面领养，然后多多帮助流浪动物。改编的《扑手我呸》这首歌里面有讲到很多的时事，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稍微听一下歌词里面的含义。然后我们把这一首改成安乐死我呸，就是把歌词里面改成说，希望可以达到零安乐死，然后死亡率逐渐降低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听看这首安乐死我呸，然后来帮助更多的流浪动物。停止安乐死，停止安乐死，尊重生命，尊重生命，停止安乐死，停止安乐死。